公式五十三街便当道，又过来个高雄的西雅湾咯。哎，也叫一个高雄的囡仔兄，就甲咱讲看嘛，恁高雄到底有啥物特色呢？啊，你免讲，我知，恁高雄人阿沙哩，恁的青阳丁增加香香细细，恁有财神堂个看狗，有西雅湾堂个散步，想要食个只大烤，高雄木瓜牛奶对不对？但是你敢知啊？恁高雄嘛出高下呢？听歌了，故事讲给恁听。The first band today is the Sour Jam。长荣国立学院的吉他俊斌，贝斯史丹和鼓手博亨，加上台南女子技术学院的俏妹妹主唱雅雅，组成了 Sour Jam。他们说 Sour 有点青涩可爱的感觉 ，Jam 是快乐好玩的意思。听他们的 Pop 曲风，还真的有点 Sour， 有点 Jam。基本上我们这个团一开始大家都蛮喜欢一个日本的乐团叫 Judy and Mary， 然后我们很多乐风是偏向他们那种音乐的风格这样子。
当然有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对，比较适合一般社会大众的。哦，你在被攻杀。我还有喜欢拖拉裤，所以我的贝斯上面有阿吉的签名。真敢讲，如果有神助。我可不可以喜欢一个地下乐团？没有啊，也不算。我喜欢六九，我喜欢六九，我喜欢薛你。继续努力的玩下去啊！五点哦，你不能问我，要问各位唱片公司的老板们，看好熊谁收卷在这边等你哦。0204等你哦。我可以留手机号码给你，如果你想要找我们出片的话，好不好？0953699，民进党成功。好，再深入一点，音乐上比较专有的名词来形容这个团的乐风，在空洞的人际社会关系中带点俏皮的和弦走势，
只为我们那种寒冷的心灵注入一丝丝温暖的曙光。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就需要这种音乐，很可爱。我觉得女主唱发展性比较大，可以唱那种，如果有。对对对，声音很可爱，很像 Judy and Mary。说的是噶 ，Judy and Mary 也不错嘛，对。所以建议他们散团就对了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我记你发的卷，我要狂跳一遍又一遍。你发的卷，在舞台上飞。你发的卷，给我后脚再一遍。你发的卷，我们还有天。Welcome the next band, The Cool! Fuck it! 怪人蠢啊！千万别怀疑这是高雄的角头老大派来搞 band 了。Cool 的团长兼主唱兼吉他大雄，可是不折不扣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的学生，加上酷贝斯阿元和性格不错哈哈。Cool 的批判十足的 grunge 曲风，叫大雄嘶吼起来。我有角头老大的分量哦。
tonight. You'll come第一个念头就是发泄，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般学生，我们循着一般的道德的规范，一般师长给我们的教诲这样生活，然后我们脑中有些放肆的想法，可是并不能够说能够随时这样发挥出来，所以我们将是展现在我们音乐上。对，你那至于你说未来的前景的话，我们未来乐团我们是想说，盯着我们现在还年轻，我们还想拼拼看。其实并不想说要做多成名，要说成为一个 superstar， 并没有。我只想说，能够以后如果能够靠音乐作为我维生的工具的话，我会很感谢上天。Thank you。那么，谢谢。早饭餐
雨。你公平的下雨。你比较没有听这种音乐吧？不会啊，我比较喜欢这种音乐。你比较喜欢这一种，那你做这一种啊？歌不是我。你看他们哪一种脸的做这种，很理所当然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们哪一种脸做你们这种乐风的？乐评家介绍这个乐队，形容词这个乐队是什么乐队？觉得很爆啊。很爆，爆破乐队，暴力乐。好，形容词，找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乐队。想暴动，爆掉，想要下去暴动，想要下去暴动。好，无责任乐评家，回家去了。是我长得很抱歉，可笑的是世人都重表面，共同生活过得没有尊严。我也不想到处都被人亏，内心善良却没人能了解，共同生活有谁能够安慰。红龙无罪啊，谁那机会啊，谁那了解啊。悲的是我长得很可悲，可笑的是世人都重表面，共同生活过得没有尊严。我也不想到处都被人亏，内心善良却没人能了解，共同生活过得没有尊严。恐龙无罪啊，谁能体会啊，谁能了解啊。恐龙无罪啊，谁能体会啊，谁能了解啊。第三团是自由式。闪光，人蛇啊，海蛇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啦，我是正常人。好，花鸟镇，花鸟镇，花鸟镇。说到在南台湾玩 rap metal 的学生乐团，非自由式莫属了。主唱阿宽，吉他王冠文、李月勋，贝斯王可乔和鼓手刘家泽，分别来自高雄不同的专科学校。不过，大伙想用自由方式玩音乐的心愿可是一致的。在一起，只有是在这里，有问题的人快离开这里。Go， 这，是，离开这里。
show, come on. Four, three, two, one, hey. 到底是谁有问题？他们说话用团的人都是神经病，每次听个团就一定要跳来跳去，好像不搞大暴动就不可以。其实是他们自己有问题，不愿面对事实的改变太封闭，表面上还要装得一副正气，但是说的话全都没有道理。没有道理。假正经的人，假正经的人，给我给我离开这里。Drop, go, yeah, yeah. 到底是谁有问题？到底是谁在封闭？到底是谁有问题？到底是谁在假正经？赚得大，你还要说他个爆炸头？你说我搞噱头，唱点 rap， 跟我点 funk 的节奏。你说我们是 hip hop 的小鬼头，嘿，别再啰嗦，不管是对是错，你都管不着，因为我们的音乐我们自己做，我才不要被你牵着鼻子走，不要被你牵着鼻子走，快跟我一起来，就是在这里。有问题的人快离开这里 Go Go Yeah 到底是谁有问题？到底是谁在封闭？到底是谁有问题？到底是谁假正经？写词，然后讲个大体的感觉，让团员去编歌。敏感来源来自于哪里？生活啊，还有不爽啊，就是我们都写一些比较青少年反叛的东西，不会比较自私化，也会比较流行了。哎，对啊，拍谁？我刚才想到咋的麦牌啊，麦克牌哦，应该就是这样了。不过应该是那种。所有的灵感都从内心的空洞开始吧。你不能砸掉麦牌哦，麦牌很重要，他被辞职都是因为麦牌炸。他现在要发问什么问题？可以讲一下你几个人是怎么凑在一起的？然后就是我跟阿宽是原始团员，对，是原始团员。然后后来因为玩乐又认识这些朋友，啊，有些朋友离开我们了，啊，就找这些新的朋友来玩。对啊，我们玩了一年多了啊，这些人都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？你看乖不乖？乖。我要帮老板娘逃下去。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喜欢的园长？园长想法。call 等一下，这个要记得照进去哟，记得照，记得照哦。我喜欢那个 Red Hot Chili Pepper。我喜欢。我都喜欢呢、欸，来我来。你讲你最喜欢的。最喜欢小泽远的，好了。是啦，小泽远。控。小泽远都有吗？我喜欢的比较多呢，举凡那个，举凡那个日本新朋克、美国朋克、哈克，还有 fusion， 我都喜欢。
们其实住这个新的年代里，我们要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，不要用谁谁住谁谁住我们自己，我的鞋真的属于我们的东西，不要再让爸爸妈妈说我们没有出息，只为整天在接受浪费时间，要抱着我们想做什么东西，那跳滑板还有没有意义，躺在床上看着手表上面的时间，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玩的时间，年轻的时候也不该这样的浪费，因为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，玩的音乐也没有办法上大台面，只能当作生活上的一种发现，让我们来做一些改变，来改变这些防御保险，创新保险，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，谁说中国领导思想比较好，我还不是在那边好，老师又不在乎我们要什么东西，他们只会压抑我们的创造能力，这个教育体制根本就是放屁，还不是把联考摆在第一，看到电视上面的那些烂乐团发了照片赚了不少的钱，他们大喊着台湾十万个青年终于跳出来买了他们的唱片，我不爽，我只有一个字，为什么你们的乐团时代都是那么的烂，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，冒险冒险，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。Yeah， 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。不爽的人跟我一起跳。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。Jump。改变这一切，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，是吗？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。那么多的大便，为什么你们不会想要改变？为什么看着那么多的大便，你们都不会想要改变？我只说过那些爱来爱去一成不变的商业歌曲，我只说过那些爱来爱去一成不变的商业歌曲。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，让我们来改变这一切，举起你的手来改变这一切。Music critic about this music， 好，到底自由式的音乐比较好，还是 Cook 的音乐比较好呢？第一个，这东西不一样，差异性在于乐风的种类。我们是光局乐团，这是 Hardcore Hip Hop 乐团。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。哦，这个是 Hardcore Hip Hop 呢 ，Cook 自称为什么 ？Grunge， 我们搞 Grunge， 搞 Grunge 啊 ，Grunge 跟 Hip Hop。Rap 完全不一样哦，一样的是有一点吵啊，可是我们要多一点点，多一点点音乐知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grunge乐团，他们要来。Are you ready? Yo, come on, yo, come on.Yeah, Jimmy.
对的，不去做的，我们就是错的。一旦活在你的伤害力之下，才可以把音乐玩得很有吗？我们喜欢选择套在我的身上，跟我说这是正确的方向，我真是不要你们的限制，只有世界上自由自在的方式。我们不要多余的限制，好吗？不要多余的限制。为什么连东西都说得很屌，别人在做的东西都说得很屌，是我在这里用的求你而已。我们要推翻你这种烂体质，不断地受够了你的那些废话，好像只有你的意味才是最棒。我就是不要做的和你们一样，我就是不要做的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代表的是一股青少年的反叛力量，我们不是你的 All Star， 青少年的反叛力量、yeah。Stop. Yeah. One, two, three. 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让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翻他妈烂天车，有你没有？我想说，你就想冒学我们的缺点，是我们的东西没有技巧没有优点，但是我们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，我们对得起我们自己。看不惯的你就说我们烂，但是我们表演都比你们还要嗨。你跟我说什么才叫做音乐，什么才叫做音乐，准备好了吗？听着，我们不要多余的限制，听我说，让我们翻天去 ，Go Go Yeah， 翻他妈烂天去，让我们翻天去，让我们翻天去，让我们翻天去，翻他妈烂天去。献给亲爱的猪头皮老师。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, 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翻他妈烂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让我们翻天车，翻他妈烂天车。Go。The last one we have here is the extinguisher, 灭火器。灭火器是还未勃起的阴茎。本季53届便当到最 UK 的乐团，主唱大振、吉他阿凯和贝斯 PP 都是三名加上综合高中2年级16岁的小男生。团中的老大哥是20岁的鼓手博元，平均年龄17岁的灭火器南上北下观摩 punk 乐团，真是精神可嘉。手上还拿着你的相片，我在麦当劳浪费着充足的时间，坐了一下午却没有新的发现。时间
的想念，想念捷运站的可爱台北妹，突然觉得有点可悲，生活总是一成不变，传说中的奇迹何时会出现，突然觉得活着好累，突然觉得做人好累，赶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冬天，我好想快点见到台北。音乐，手上还拿着你的相片，坐在麦当劳浪费着充足的时间，坐了一下午却没有新的发现，太多的时间，太多的想念，想念捷运站的可爱台北妹，突然觉得有点可悲，生活总是一成不变，传说中的奇迹何时会出现，突然觉得活得好累，突然觉得做人好累，赶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冬天，我好想快点见到台北妹。突然觉得有点可悲，生活就是你真不变，传说中的奇迹何时会出现，突然觉得活着好累，突然觉得做人好悲，赶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冬天，我好想快点见到台北妹。谢谢。一月一日就是那个2001年跨年那一天，有一个南区 KO 摇滚一的活动，然后我们是想说，好，我们玩创作上去表演一下，看能不能就是说开创自己另外一条，也是讲说是不是可以开创自己另外一条路试试看就对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音乐听得少，然后歌就乱做，就是比现在还不成熟，就是超不成熟那一种就对了。然后后来，对啊，到了那个时候，自由式的主唱阿宽就跟我讲一句话，要做好的话就是多听多做嘛，那我就真的觉得学很重要啊，所以我就会到处去看表演，然后到处去找 CD 来听这样子。那当然我们接触的还是太短，所以那个精髓在抓那个精髓的部分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现在创作我现在最近也蛮低潮，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突破就对了。时光，在一个又一个寂寞的晚上，我无能为力对我的寂寞手枪，望着空空的墙，似乎每天都一样，感情也好像特别寂寞特别长，于是我带着手枪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我要带他去闯一闯中间龙陵港，今天手枪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闯一下，找个浪漫给我一起送到天亮。
天的星光，走在路上，兴奋的异常。走进你身旁，有种迷人的体香。我想，就是今晚的对象。幻想那水床，感觉就像波浪，在上面翻云覆雨。你应该很爽很爽，但是你回过头，我恨不得你是我一场。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找个男的陪我一起爽到天亮。寂寞说想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拜拜罗一下。寂寞说想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找个男的陪我一起爽到天亮。寂寞说想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拜拜罗一下。算撞吗？像自由式那样，拜托啦。今天是真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找个男妹陪我一起爽到天亮。今天是真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拜拜龙雷卡。今天是真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找个男妹陪我一起爽到天亮。今天是真需要解放，今天我要爽一下，拜拜龙雷卡。你觉得他们的乐风跟你们比起来，哈，哪一种市场性比较大？老师的眼镜很好看。老师的市场性比较大。我要比我干嘛？谁要玩？谁要玩？他们的市场性跟你们比起来，目前来讲，你们感觉谁的市场性比较大？因为我较帅吧，我的市场性较多。你觉得这个人市场性比较大，还是那个市场性比较大？这个比较大哦，超级大，我们屌比较大，这边封杀好不好？你觉得他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？我觉得哦，加入我们比较好，嗯，就他们不用做，加入你们就好。对，当我们的马戏团红子。没有没有没有了。这个人让我满足自己，满嘴狗屁加上自私自利，是不能讲这脏话。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属于我们自己，不再做他们所使的机器。我想要自由呼吸，在这个无聊的世界，像是一阵不眠。而我早已厌倦，哦，厌倦这一切，没必爱你的 holiday， 要肯定的爱恋，没必爱你的 holiday， 穿短裤凉鞋，没必爱你的 holiday， 这里有星星和螃蟹，没必爱你的 holiday。我还要冲浪啊，不急。
些空间释放压力，机车的人让我满足自己，那吹口皮加上自私自利，我快要不能呼吸。相信一些东西，那些东西属于我们自己，不再做他们所示的机器，我只想自由呼吸。我们的新鼓手黄博元，吉他手阿凯，贝斯手皮皮，我是主唱大正。Maybe I need a holiday, don't come in the highway. Maybe I need a holiday, 螃蟹。Maybe I need a holiday, 穿短裤和凉鞋。Maybe I need a holiday, 我还要冲浪和浮潜。Maybe I need a holiday.Maybe I need a holiday, 穿短裤和凉鞋。Maybe I need a holiday, 有星星和螃蟹。Maybe I need a holiday, 我还要冲浪和浮潜。谢谢，我们是灭火器。好，就说，你讲。阮高雄为什么有出山夜高气啊？呵，我讲。话说民国72年的五月，有一个吉他手端一台叫做 Ray， 这人呢有一日，和一只河狸还昂高下顶一趴，结果呢，从此以后歌坛出现一个红蚂蚁合唱团。红蚂蚁合唱团是第一个用乐团的形式灌入唱片，从此开启乐团创作之路。嘿，高雄的高雅真是了不起。高爷，维大利呀、啊！维大利呀、公司五三街便当道第三季要开锣了，赶快来报名！上公司五三街便当道的网站，票选最佳乐团得大奖。稍后请收看《大家来》。